哥，好啊，你看，都辛苦辛苦苦苦的，你都破掉了，是吗？老车夫，他有件小外套哦，他已经很破旧了。可是老车夫外套改成了夹克，比外套还小一点呢。他会把它改成什么呢？不知道。想想看，如果是你们的话，你们的夹克想要把它变成像什么？我把它变成。我们看，看嘛。老师傅他又把，可是啊，老师傅把夹克又改成了背心。哇，又有新，又有新的一件衣服可以穿了，对不对？还要换下。他穿着新的背心，在去参加他侄子的婚礼，跳起舞来。对。是啊，小舍夫一件小背心啊，渐渐又变得又破又旧。于是小舍夫，他这一件，他要把它变成什么？小舍夫又把背心改成什么？改成什么？外套。哇，围巾。冬天的时候会不会冷？脖子这边会不会冷？会不会？不会哦。然后他披着他的新的围巾，去参加男生合唱团，唱歌。哦呀，波咿呀呀嘿。哦呀波咿呀呀嘿，哦呀波咿呀呀，哦波咿哆吉哆吉呀波咿哆吉哆吉嘿。老车夫好高兴哦，他把他的旧外套又变成了夹克，又变成背心，背心又变成围巾，哎，好棒哦！可是啊。他的背心，嘿，他这条围巾啊，又变得，渐渐又变得怎样？又破旧。哎，你好棒，你会接哦。来，他又破又旧的旧外套，妈妈都怎么处理？送给人家。是吗？还有呢？有没有像小舍夫这样？变成背心，又把它变成领带，又变成围巾，还是一袋，有皮带，你们要把它变成皮带，那我要带领带，也要扣子，哇，好棒！那故事讲完了，小舍夫他把他的旧外套变成背心了，你们也可以哦，你们的旧